恨比爱传播得更快，但唯有爱才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没有中国女孩去整容你就废了，医院倒闭你废了没，你废了连累你的国民吃地沟油，他们都吐了为啥要闹，为啥要闹，为啥要闹，超市有人去砸东西为啥要闹，不做强国的奴隶为啥要闹。 RB 你真的是你真的